大家好，我是小梦。今天提着行李箱，代表着女演员小梦又要出差演出啦。那这次是要去哪里演出呢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。Go go！ Attention！ OK。嗨，小姐。没想到自强号没有桌子，只好被迫在行李箱上用餐的女子，跟努力维持周更在行李箱上刻难剪片的女子。一抵达园林演艺厅，就马不停蹄地开始工作喽。首先，先熟悉了一下场地跟试音。怎么是综合汤？芋头排骨酥啊，还有芋头排骨酥。都来到彰化了，怎么可以不吃霸王呢？真的超级感谢剧团强大的行政，每次在剧场放饭的时候都超期待的。霸王配卤肉饭，淀粉加上淀粉的组合，真的除了爽之外，不知该如何形容哎。有没有人跟我一样，真的超爱吃彰化肉圆特有的白色甜甜的米酱啊？Tomorrow。刚吃的蛋黄酥，好好吃啊！好好吃的蛋黄酥哦。卡住了，好了吗？解开了。在墙上，卷纸挂在墙上。不要按。解决头发危机，继续顺利记牌的演员小苗。谢谢小女警的努力，今天一整天的记牌结束了。现在拆完头发，又是好失望。耶，回去啦！耶，中秋节快乐！这个也很香哎、欸，我也要买香菇肉那我也要买。我点了一个，这个是什么？猪肝粥跟烧肉。还有一个脆肠，感觉好赞哦！然后这个绿豆沙牛奶非常好吃，嗯，好好喝哦，竹笋汤的味道。
吃烧肉，吃烧肉好好吃哦，吃烧肉超好吃的，而且这一份才35块，好便宜。这脆肠是粉肠哎，好酷哦。我寿司，但烧肉更让人惊艳。早安，今天是演出日了，但昨天没忍住吃了宵夜，现在就是很怕水肿的女演员在照镜子确认脸部浮肿的状况，看起来好像有点不妙欸。喝咖啡之后加上魔法弟弟的巧手，水肿好像消了蛮多的耶，双下巴快退退退退。回饭店没有休息，继续努力剪片。自由业工作者的日常就是 everyday working。Tomorrow。园林生日 check out。眼睛好肿。哎，这是 R roof。好好吃。而且这家昨天寒冷本来就想买了，但是他昨天好像中午还下午去的时候已经卖完了，所以就没订到。哦，吃的寒冷。Oh my god, I'm so pretty. 对啊，你口气真的不好。讲话也不太好听。你很社恐啊，你在干嘛？我在发呆。我好热，你要不要也跳一次？你跟我们跳一次。还打架喽！第九红果，好，观众们，不，谢谢。没有光的世界，巴洛克。
对？没有，苗公然要脱离我们而去，他不搭车，他要飞回去。走回来。嗯，因为我很喜欢走路。要走回去哦。对啊，台北不远吧？眼睛，还有里面那些市政府里面有一些爪爬子，还是绿爬的，那么多都在看着你，你还这样大大的，还这样大名大放，真的是笨，对不对？第一次体验自强号腾云座舱。上车坐定之后，迫不及待要来开吃 fancy 水果三明治啦！哈密瓜的看起来也太诱人了吧！不过橘色的橘子三明治好像更吸引我哎。真的很好吃，很细致的味道，涂色部分很细致，水果那边涂抹的奶油吃起来也非常轻盈不油腻，而且那个橘子怎么可以这么甜呢？真的很好吃。吃到超美味东西，但在安静的车厢内不敢大名大放的女子，好啦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。还喜欢小梦的女演员出差 Vlog 吗？欢迎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哦。还有别忘记要订阅小梦的频道哦。那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啦，拜拜。